来拍什么拍啊？就是拍我就不要拍我漂亮，太闷骚。如果你要骚的话，就可以订阅那 L 的星座会客秀。会客秀我叫做笨，跟大家这么聊天，然后就很开心啊。因为软面家的鼻孔很大，首先要如果变公身的话，就鼻孔收起来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宮森です。我今天来到这个星座的会客室，我觉得非常的荣幸，因为我们水瓶座常常被人家说成那个怪胎，我们里边的哪有那么怪胎吧？我是个非常严谨的一个里边人吧？对啊，软面跳。那可柔是什么星座？可柔是巨蟹座，因为巨蟹座是比较顾家，然后对一代人是非常善良温柔的。我想，我是一个甜美。可爱的一个女孩子，如果喜欢我的话，可以追踪我的无名小站。嗨，我跟你说，如果要运势发达的话，就要追踪 L 星座会客室，听到没有？哎呦，臭丫头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臭丫头，我要一脚把你打扁！嘿，听到我的麦，哎呦，我真的受不了哎！我觉得全世界要团结，也要向台湾看齐，因为台湾的健保制度还有它的医疗的反应都非常快。我觉得是韩国真的是太落后了。哎，我天哪！我昨天排那个口罩排了6个小时，我天哪！我这个啊，该昏过去了，臭丫头！哎呀，哎呀！